你看那石头山家他不是进出那个车吗？对吧？没有，不要把卫生纸啊、保温的把子都弄没有了。
的呀，现在打他不打起来，我跟谁呀？我也知道。卖点这个，到时候你卖点地上土掉三块钱，卖点地上。你卖家都你咋知道啊？有人卖家的。那走学流吗？Yeah.
我的车是，我感觉好像回来了。把你砸死！Thank you.
上次没有笼子还。哪有笼子来？支付宝到账30元。对，你们现在是每天都有收入？那另外没抓成嘛。橘子树吗？我都不认识。橘子树，
做饭吧，就那个酱的，那是吧？停车一小时6分钟。